歌手同唱一首歌，谁才是 K 歌之王？第十八组，陈奕迅 VS 林俊杰，这可有意思了。总说新四大天王周王桃林，而陶喆渐渐淡出大家视野，二王也很难东山再起，如今只剩周林陈三人了，周稳坐钓鱼台，那剩下两人你们觉得谁排在前面呢？今天让我们听听这两人翻唱周董的歌曲，谁是这首歌的 K 歌之王？陈奕迅。你要我说多难看，我根本不想分开，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带过？我没有这种天分，包容你也接受他，不用担心的太多，我会一直好好过。林俊杰。你要